6月14号下午，慈溪空堰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，说有一位60岁的大伯在杨梅树上采摘杨梅的时候跌落，已经意识模糊。接警后，民警立即联合消防、医疗救援人员赶往了现场。来嘛，这样子，咋这样子，兄弟们？大伯所幸及时得到了救援，暂无生命危险。如果没有附近的游客及时发现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